金沙美味好吃，很常被运用在广东菜里。哦，是这个金沙啦。香咸蛋黄裹上虾球的美味，赶快一起来动手试试。先准备好炒虾仁、蒸熟的咸蛋黄、面粉等，将虾仁加腌料抓腌，油炸到上色后捞起。炒香牛油，加入咸蛋黄，以中火瞬时蒸炒匀，放虾球，均匀裹上咸蛋黄就完成咯。外层香咸的虾球咬感爽脆，滋味喷香，实在是太诱人啦。动新闻，金沙真的好罪恶报道。